Hello， 大家好，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下伊达的离机闪光灯散热靴套组。这个套组里面呢，就会有一把这个透光伞，跟一把这个是 PU 附魔伞，这个不会掉漆，还有一个散热靴的灯座，可以接三个闪光灯。这都是用金属做的，不是一般的塑胶的，所以它可以调节这个松紧度，可以接闪光灯、LED 灯、麦克风等等等，然后包含这一支灯架，这一支灯架是轻型的锁式灯架，70到200，大概正负5公分左右，比较轻巧型的。然后呢，因为这个闪孔这个都是新的这个的塑胶是比较经典，所以建议的，您收到的时候先把这个伞柄给抽掉、挖掉，会比较紧一点，稍微拆除这个还是留着，你日后这个的前后伸缩会比较方便使用，因为有这个盖子，所以它你新品它穿过去它会卡得比较紧，先把撑组拆除之后比较好前后伸缩，调整你要的距离。那么这个其实这个也散热靴其实也很多功能啊，你可以把它改成装很多的不同的摄影设备，比如装持续灯啊，改成上面装手机架啊，用于直播啊，或者是离机伞啊，接上灯具、麦克风都可以用。那这个总共就是两把。冷靴一个，这是新型专利散热靴，还有一支灯架，那这会装在一个提袋里面，你买的内容物就会有这些啊。如果有什么问题再请留言告知哦，谢谢哦，拜拜。